为什么要这么吓人啊？我是不是来错节目了？是坐在这吗？不会有什么整蛊吧？考吗？现在？欢迎参加2021年度嗨棒派全球招新，恭喜你进入到最终面试。我都没有面试，怎么突然之间变成最终面试了？接下来我们将从多个维度对你进行考核。多个维度？哎呀，好多年没考过试了，上一次考试考驾照。准备好了吗？没准备好，没准备好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别开始，别开始。第一题，你看不听我的。第一题，送分，请简单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我是王佳宇 Jackson， 94年的，3月28号生日，现在27岁。我叫任嘉伦，任国超的任，任嘉伦的嘉，任嘉伦的伦，今年32岁。我是陈飞宇，我是名演员，21岁。你好，我叫李荣浩，